哎，这篇的时间太长，我们就来选一个问题吧。木鱼，什么是 NTRP？ 哦，这个你都不知道吗？ NTR 就是牛头人的缩写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一款游戏，叫做《魔兽争霸》，里面的牛头人酋长真的很厉害呢。我们现在看到啊，牛头人酋长出来了，他脚下呢有一道绿色的光啊，他把这个手电筒吊在这个裤裆下面，所以脚下就有这么一道绿色的光了啊。这么英雄的话就是比较醒目的啊，比较醒目。